英雄，我知道你是谁，但你的妹妹好像什么也不知道。哼，我不管你是谁，我把你孙女救出来，你俩有多远就走多远，好吗？子时已过，我就在此地等你。嘿，干活了。去哪儿啊？走你就知道。你去哪儿啊，哥？来吧。这，哎，行，走走。来到我的地盘，这么大吵大闹的，你有没有一点礼貌了？大王，你啊，我要你去找那个真龙真身的下落，你应该是打探不到什么消息了啊。暂时未寻得任何踪迹。当然了，这还用你说？现在那个真身已经在人妖阁那个飞刃的手上了，你赶快过去拿了。是，赶快啊！那蛇女就快要集齐100个精魄了。属下领命。哎，笨死了！哎。你是谁？你们两个谁是老鲤鱼的孙女？我。哦，你爷爷叫我救你出去。英雄，能不能把我朋友也救出去啊？你爷爷只出了救你的钱。嗯。你们人类就只认钱啊？那又怎么样？你走不走？哼。丹珠不走。我也不走，能救就救吧，要不然一分钱都挣不着了，也费不了多大劲。哎，来，你们俩现在穿得太花哨了，来，换个低调，快穿上。小栾，怎么了？看到我们脖子上的项圈了吗？只要带着它，飞人一吹小魔笛，我们就会被活活勒死。柳叶就是这么死的。魔笛是什么玩意儿？在哪儿啊？就在西侧的密室里。去吧。我。要不你留下来伺候他们俩。那我还是去吧。换上吧。Thank you.
要不你拧拧试试？哦，不不不不不，是往左拧。哦，谢谢。哎呀，怎么还不来呀？站住！哥，站住！快跑啊！别跑！千年锦鲤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千年大锦鲤。哎，这个呀，就叫福大命大。对不对？一看你们就没少喝自己的眼泪，趁他们还没有追过来，你们赶紧走啊！英雄，这里离临河很近，可离月圆之夜还有几日。什么意思？为了我孙女的安全，我想在你们家再多住几日。我老鲤鱼，你真是得寸进尺。嗯，我们没把你断了，已经够给你面子了。啊，你凭什么这么跟我爷爷说话？姑奶奶，我就这脾气，看不惯你走啊！爷爷，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受他们的气？我们走。哎，站住！英雄。我想求你最后一件事。亮头，你要觉得那件事能一直威胁我，你是不是有点小看我的风度了？我是很诚恳的。还有，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那我是不是应该杀了他？英雄啊，我相信你这把刀是用来保护珍惜之人的，而不是用来滥杀无辜的。举手之劳嘛，举手之劳嘛，何必这么客气呢？啊，接着，妹妹。哥，哥，啊，他们是妖啊！那么认真干嘛呀？啊，人家来咱家做几天客啊，热情招待啊！随便住，随便住，走了啊！这得留着，这挺值钱的啊。你什么时候能学会先敲门再进屋啊？你懂不懂什么叫保护个人隐私啊？啊，才不外露，才不外露啊！你现在知道注意隐私了啊？你注意隐私，你把他们往家里带。是这样啊，听我说，有句古话怎么说来着？叫拿人钱财与人消灾。咱们做事得有点起码的职业道德，懂吗？哥，嗯，一个猎人帮猎物已经够让人笑话了，哈，你还让他们住自己家里，你想干什么？养宠物啊？而且，那飞刃是什么人呢？你打他的主意，会死人的。死人也是他们死。
就他们那种货色，你割过去，一刀一个，一刀一个，一刀一个，一刀就够了。你拉倒吧你！从我记事儿开始，你那把刀就从来没有拔出来过。切，也不知道是真刀还是假刀。这都几点了？你赶紧回去睡去。睡前别忘了自己擦药。都多大了，什么事儿都让你哥给想。走了。以后你嫁不出去。多大了都不知道自立。成功了，成功了！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！有什么喜事啊？让我也沾沾喜气！我说你每次都这样大摇大摆的走进来，就不怕那个蛇女会发现你吗？不碍事，明天就是她集齐100名精魄的日子了。倒是你这边真龙金身如今可有下落？不着急，不着急，该来的始终都要来。小平，今天的腊肉买一送一了。丹珠，哎，丹珠，怎么了？丹珠，飞刃来了。飞刃，别说了，我先给你止血。不行了，你是个好人，快快去救他们，快治。想过后果吗？杀人成对，吃鱼成双，我拿你煲汤，拿你爷爷做刺身，完美。来人呐，救命啊！救救我爷爷。嗯，你非要撕破脸啊？你非要撕破脸？怎么又是你？你也是捉妖师？次次帮着妖孽，几个意思啊？那你捉妖为了什么？为钱？一样，他们给钱比你多。你找死！求财而已，大不了以后我给你打个折，好不好？交朋友，交个朋友。已经晚了。哎，
小平，行行。小平，小平，你怎么了？英雄，你不必担心，飞针只是给他下了迷药，一会儿就会醒的。迷药，迷药，迷药，迷药。我，哥，我怎么了？爷爷。爷爷，爷爷，生老病死，人和药都逃不过。爷爷，你不要走，你会没事的啊！英雄，我求求你，我要走了，我求你保护好小乱，直到月圆之夜。你把他送到灵河处，让他走，否则恶龙重生，天下将生灵涂炭。爷爷，我不走，我要陪着你，我不走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能发誓吗？不能。爷爷，我既然答应你们，就能做到。爷爷，我不想走，我不要走。爷爷，走！我不要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我跟你说啊，这回可不要再骗我哦！哎呦，放心放心，给我放聪明一点，知道吗？亲自抓回来的，好，太好怎么啦？看这门就走不动道了？怪谁呀？啊，要不是你非弄什么锦鲤之类，你哥我能摊上这事吗？哎，你说的好运气呢？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啊？不知道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兴许熬过这月圆之夜，就没咱们什么事儿了。对了，哥，那飞刃武力那么高强，你是怎么打败他的？哪儿那么好奇啊？啊，我回来你心里不高兴啊？不是，我是怕你受伤。哎呀，这就喝多了。都多大了，回自己房间睡吧。爷爷，不要离开我。爷爷，不要离开我。
西姐姐集齐了百枚金魄，现如今也是登峰造极，这天下将无人能敌。你可真是油嘴滑舌，今后必不会亏待你们。姐姐，如今神功已成，需要休养身心，特地为姐姐准备了上好的补汤。明天你就把这个毒汤给蛇女喝下，到时候她会死掉，但她的金魄又不会消散。真龙复活了以后，她的位子就让给你喽。河水为穴，金魄为骨，如今二世兼备，只欠龙魂。我们只要找到龙王的转世金身，便能让黑龙复活，到时候所有的妖和人便向我们俯首称臣。你这个臭蛤蟆。嘘，我最讨厌别人叫我臭蛤蟆。大王，飞人已经死了，恐怕打金身主意的不只是我们，还另有其人啊。那个人叫刘一刀。刘一刀。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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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会一直保护我吗？这怎么了？小鸾觉得陆地上太干了，把水都喝光了。那这酒坛子……哦，对了，他把你这些酒都喝光了，都喝多了，我都弄不了他了。那人呢？在那儿呢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你喝多了。我衣服呢？跟我没关系啊。你喝多了现原形了。我见着你的时候你是那样的，没穿衣服。没事，你进来的时候是小飘给你弄进来的。跟我没关系。醒了，喝了这碗醒酒药吧。谢谢你啊，小飘。要不是看在我哥的份上，我才懒得理你呢。我又没得罪你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大偏见？那是因为自从你来了就没有一件好事情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能有这么多麻烦吗？可不是嘛。你这是歧视，我们妖和你们人一样，也是分好坏的。就像我从来都没有做过伤害别人的事情。倒是你们有些人类，不但拿我卖钱，还害死了我爷爷。行了，别煽情了，快起来把药喝了，一会儿都凉了。你呀，快给他烧盆洗澡水去。凭什么让我给他烧啊？你想啊，换成是你在外面光着屁股浪了一天了，是不是想泡在一盆热气腾腾的洗澡水里？那我还想吃火锅呢，
去吧。都打小给他惯的，哼！快起来吧，药都凉了。你看我干嘛呀？哦，现原形我都见着了，还差这点儿啊？喝药啊！师兄，任妖阁近在咫尺，为何突然停止前行？师妹，任有三计，替我把风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很快就回来。你在干嘛？哎，你说你哥哥他会喜欢什么样的姑娘啊？嗯，我怎么知道？我又没见他谈过恋爱。你说怎么没有男人喜欢我呢？是不是因为我穿的太爷们儿了？啊？你们妖怪不是都会变些法术吗？嗯，你给我变几身漂亮的衣服呗。来吧。好吧，我试试。来来来，来吧。我觉得有点太素了，还有没有别的？啊？哦。好看是挺好看的，不过我觉得有点太酷了，不太适合我。要不你给我换回来吧。啊？那好吧。还是这身衣服自在。我觉得你这些法术比我哥那些强多了。哼，女人啊女人，真搞不懂。飞刃，师兄怎么办？飞刃死了，我们如何才能得知蛇女的下落？蛇女，蛇女算什么？能杀死飞刃的人比蛇女更珍贵。飞刃在降妖榜上排名前30，所以能杀她的人至少有29名，想找出此人恐怕不易呀。哼，伤口这么整齐，像是刀伤，天下恐怕只有一人能使出如此刀法。师兄难道说的是他？哎呀，又下太阳雨了，看来小栾他们要回来了。
子，救我！见过就。哎呦，哎，哎，用这个吧，啊，自己上药。我是在你家门口摔倒的，你得对人家负责啊。好啊。哎呦。我的手软吗？还行。我的胸口也闷得慌，你帮我敷一敷，揉一揉。胸口有什么毛病啊？嚯，喷血了！哎呦，这就严重了。你看啊，我刚才把你的脉象，你的脉象十分的混乱，这属于典型的骚气外露，精血两亏啊。姑娘，医书上曾经有五脏化五液之说，也就是说呢，你的心肝脾肺肾对应你的汗泪涕涎唾。汗没有血呀。这属于我认知范围之外了，所以呢，你应该多多的躺在床上静养。床上是吧？静养是吧？来。公子，我美吗？还行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解风情？我是看你生的可爱，被你迷住了。哦，哎，看你的面相，你应该是天没亮的时候出生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啊，那个时辰呢，是丑时。别动。出去的时候记得把门给我带上。以后再出门买东西呢，你要不会讲价就不要说话，看我的啊。哥，你干了什么？家里进流氓了，我出去看看，看我家。哎呦，原来就这点道行啊！你给我站住！想不到这小地方，妖魔鬼怪还真多呀！别跟他废话那么多，我们还要去寻找鬼刀。师妹，赶紧解决。前有一个柳一刀，现在又多了一个天道天心，有意思。该轮到我出场了。小飘，你在干嘛呢？你是在等哥哥吗？
小飘，你在干嘛呢？小飘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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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去找金水，就在柜子上那个长方形的盒子里。快。好，小兵，小兵，没事，没事。找到了，这个。快快快！在哪儿？进水到伤口上。好了。好了，小明，好了，一刀，小飘这是怎么了？鬼刀，你可想好，罗刹院不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。凭你们，还不配。那他呢？小飘，小谁能想到，堂堂降魔排行榜第三的鬼刀居然有一个妹妹，难道你不知道行走江湖要了无牵挂吗？你怎么会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？你们把我妹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让血妖在她的胳膊上轻轻地咬了一口，如今恐怕你的妹妹已经变得与妖无异了。鬼刀，你不是喜欢捉妖吗？这妖就在你面前，你是杀呀还是不杀呀？从那以后，每到月圆的时候，小飘就妖性大发，就像今天这样。后来我听说，只有金水才能暂时压制他这种病情，这就是我这么疯狂敛财的原因。小事一桩啊。这也是为什么小飘这么不喜欢妖的原因。对不起啊，我之前都错怪你了。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，我就是想让小飘好起来。我这些年我带着他，我走遍了五湖四海，我遍访名医，我没有唯一一个人，唯一一个人能救得了。你说，你们人的病是由人来医，而我们妖的毒，是不是也只能是我们妖来医好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爷爷倒是有一位旧友，叫龟神医。听说他的医术特别好，你倒是可以试试。龟神医在哪儿？他
就在不远处的山里。收拾东西，马上去。哦，好。小飘。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！不救不救，求求你！我只救妖，我不救人。求你，神龟爷爷，求求你，他俩都是好人，救过我的命的。救过你的命，又不是救过我的命，我凭什么救他呀？这神龟爷爷，我求您发发慈悲吧，我求您了。罢了罢了，既然如此，我便救他。但是我救人的规矩你是知道的，要救他，那就要拿心爱的宝贝来换。你有什么宝贝啊？我没什么宝贝，我就当我妹妹是宝贝。你把她救了，我把命给你。我要你的命干嘛？我看你这刀形影不离，她是不是你的宝贝啊？给。哎，这杀人的刀我本不喜欢，但从你手里拿走就等于救人了，放这儿吧。怎么会这样？这帮凡夫俗子，以为金水就是金子做的水呀、啊？幸好你送来的还算及时，否则他就会彻底妖化，到时候会怎样？比我还难看。小兰，啊，你去药箱帮我把药拿来。哦，好。发什么愣啊？左一右二各三千。啊，四左五右上，各五千。左右三。相信你这把刀是用来保护珍惜之人的，而不是用来滥杀无辜的。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了，你还有你的妹妹都难逃一死啊。谢谢你帮我救我妹妹。哦，没事儿。明天一早我就送你回去。你明天真的会带我走吗？啊，放心，我答应过你爷爷，我一定做到。其实我从心里讲，我当然不舍得你走，我哪舍得你走啊，我你受伤了，这药可好用了，是不是没那么疼了吧？啊，这段时间其实是我最快乐的时候了，跟你们在一起
我心里觉得特踏实。之前我对你有些误会，觉得你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。可是这段时间我才发现，你特仗义，而且对妹妹也很好。之前我误会你了，对不起。我也有不对的地方。我一开始觉得认识你特别倒霉，到后来我发现锦鲤真的能给人带来好运，真是对不起。啊！鬼刀，好久不见。当年你背叛师门，没想到我们以这种方式相见。鬼刀，小兰，你去看看我妹妹。啊，几个朋友叙叙旧。好。哎呀。现在的年轻人太有活力了，简直吃饱了没事干。你又是谁呀？他们打他们的，老东西，快把锦鲤给我交出来。老东西，我看你还能撑多久。小兰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这小朋友急。你就是小兰，我找的就是你。没事吧？没事，给我上。神医，龟神医，怎么回事？前辈，前辈，前辈，小兰呢？小兰呢？小兰她被带走了。啊！师兄，你没事吧？看你伤得不轻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？刚才那个就是鬼刀，排行第三的鬼刀。咱们加一起也不是他的对手啊。没想到他隐退江湖这么多年，实力丝毫没有减弱。我们如何是好啊？什么人？
么情况？说话呀！想必你也知道小栾的真身吧？妖界为了统治天下，这些年一直在争夺这个神龙转世的真身。明天便是月圆之夜，他们便会引临河之水，借用小栾的肉身开启召唤仪式。完了，你怎么样了？我没事儿。他体内的血妖之毒我已经去除了，但身子需要静养数日。你马上带着你妹妹找个地方避一避，快走。哥，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不是刘小飘，你也不是刘一刀。我之前我跟你说，我觉得我的运气已经很好了，是因为我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哥哥。这些年你一直忍辱负重，隐姓埋名，就是为了照顾我，这我都知道。哥，我长大了，我能照顾我自己了。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比我更需要你。